然后嘴巴，哎，它有个薄薄的小嘴，啊，真的挺像的。这鼠标画成这样已经很好了，说实话。它的鼻子啊，要很小的一个，哎呦，点睛之作了啊！鼻子，男人的鼻子很重要，你看，决定了你的中庭的这个，哎，完美啊！哎，我觉得他下巴还不够长，那等会儿，等会儿啊。补一点，下巴再垫一点。我们这是全国最顶尖的医院，那个是不是太那什么点了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看出了一种莫甘娜的感觉。我知道为什么。哦，他耳朵还没画上去，因为啊、嗯，我觉得已经挺好的了。我也觉得挺好的，啊、就很一开始就很像了。你画下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已经挺好的了。你不要给他画完，好像漏了什么，好像漏了什么。哦，他那好像有一个什么，哦，对对，有中间带了一个头箍的一样的东西，哦，这个，哎，但看不太出来。嗯，你画了一个，我们刘老师太细了，你是画了一个大名鼎鼎的 V 吗？好像还差点什么地方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眼妆啊，眼妆。底下是这么画的，哎哎，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哦，对，说的点忘记了，哎，有那位了，哦，眉毛还不够粗，对，阿坤，你有没有学过啊？你是不是学过绘画的？就一开始寥寥几笔就能把这个整个人物这个形象就灵魂勾勒出来。学过，但是很久没有画了。果然。眉毛要粗，哎哎，哇！我就知道，我听他的声音，我就知道他学过画画。你是怎么听出来的？太明显了，哇！这就是画画人的声音。Lay down。越看儿子越喜欢。哎呀！哇，开始进入到上色环节了。像旺旺雪饼那个旺一样啊。这么一说也是。因为我老整天说旺旺嘛，难道？这我觉得还挺好的啊，这是。他还缺一口大白牙。对呀、啊，这不得多关注？对呀、啊，这不得五个直播间都点一下关注？一达笑出自信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你们认为呢？啊？哇，最后这个牙可以，特别好。哎，有味了，太强了。太棒了。就很开心。然后这边选一个肤色啊，来。哎呀，就是这么自信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已经够。我建议直接发给原神官方，就是把那个上面的小图标就换成这个。可能他这个脸被我搞得长了。哇，那我抽爆！哎，这就差不多了，哎，这就行了，再稍微好点一点啊。就有你这个画的话，我觉得荒龙一斗复刻那流水滴不了。笑出自信，是不是很自信？完美。完美。